중국어 뉴스 인강 사이트 screen중국어.com의 예전 뉴스를 하나씩 올리고 있습니다. 오늘은 국제 축구 연맹에 대한 뉴스인데요. 우선 원본을 두번 보시고 어법과 본문 해석을 본 다음에 자막 있는 영상으로 두번 보시고 주요 문장 외우기를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우선 원본을 보실까요? 30号，刚刚获得连任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瑞士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否认自己可能会受到美国针对国际足联贪腐丑闻的调查。同时，他还向媒体表示，美国针对国际足联官员的逮捕行动有点蹊跷，可能与美国申办世界杯失败有关联。发布会上，大部分媒体的提问都围绕近日美国司法部针对国际足联贪腐丑闻发起的诉讼展开。当有记者问到布拉特是否会担心被牵连时，他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布拉特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国际足联的信誉，重新赢得赞助商们的信任。与此同时，29号，布拉特在接受一家瑞士电视台的采访时，还向美国发起了反击。布拉特表示，美国司法部联合瑞士警方发起的逮捕国际足联官员的行为有越界的嫌疑。布拉特还说，美国在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2天前发起逮捕和诉讼，这一时间点也很蹊跷。而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随即公开声称，含泪请求布拉特辞职。对此，布拉特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会是巧合。布拉特最后表示，如果这两届世界杯举办国不是俄罗斯和卡塔尔，可能也不会有这次的事件发生。面对如潮的质疑，布拉特始终为自己捍卫。他说："我没有涉案，我肯定不会被逮捕。"他说："由美国警方所发起的这场调查，他会原谅，但是他不会忘记。"30号，刚刚获得连任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瑞士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否认自己可能会受到美国针对国际足联贪腐丑闻的调查。同时，他还向媒体表示，美国针对国际足联官员的逮捕行动有点蹊跷，可能与美国申办世界杯失败有关联。发布会上，大部分媒体的提问都围绕近日美国司法部针对国际足联贪腐丑闻发起的诉讼展开。当有记者问到布拉特是否会担心被牵连时，他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布拉特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国际足联的信誉，重新赢得赞助商们的信任。与此同时，29号，布拉特在接受一家瑞士电视台的采访时，还向美国发起了反击。布拉特表示，美国司法部联合瑞士警方发起的逮捕国际足联官员的行为有越界的嫌疑。布拉特还说，美国在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2天前发起逮捕和诉讼，这一时间点也很蹊跷。而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随即公开声称，含泪请求布拉特辞职。对此，布拉特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会是巧合。布拉特最后表示，如果这两届世界杯举办国不是俄罗斯和卡塔尔，可能也不会有这次的事件发生。面对如潮的质疑，布拉特始终为自己捍卫。他说，我没有涉案，我肯定不会被逮捕。他说，由美国警方所发起的这场调查，他会原谅，但是他不会忘记。장문부터보도록하겠습니다FIFA 부패 스캔들을 겨냥한 미국의 조사라고 할 때 미국이라는 단어의 위치요. 이 순서대로 그대로 가면 안 된다고 했었죠? 이 문장을 좀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저에 대한 당신의 관심에 감사드립니다. 이 문장은 원래 두 개의 더가 있었겠죠? 니더 관심, 对我的 관심 이렇게 두 개의 더가 있었을 텐데요. 이 부분, 对我的 관심 에서 두 단어가 있으면 더가 생략이 안 된다고 했었죠? 생략이 안 되는 더가 있으면 소유격의 더는 반드시 빼고 반드시 앞으로 와야 된다고 했습니다. 그래서 한국어는 저에 대한 당신의 관심이지만 중국어는 당신의 저에 대한 관심 순서로 가야 합니다. 시에시에 니두이워더 관심 이건 고정 순서니까 외워두시면 좋겠고요. 그래서 이 문장은 미국의 조사, 한국은 거기에 붙여야 편하지만 중국어로는 미국이 맨 앞에 나옵니다. 메이구어, 그리고는 소유격의 더를 반드시 빼야 합니다. 전투의 메이구어 주리엔 탄후 저원드 디아오차 기자가 그에게 연루될까봐 걱정되느냐고 물었을 때
어떻게하신분들이좀있냐면지저원타단신베이첸련이렇게그냥가신분이있었는데이문장보도록하겠습니다그는내게자기를좋아하느냐고물었다타원워시환타이렇게되지않죠좋아하느냐고를살려주어야합니다타원워시부시시환타이거나타원워시부시환타라고해주셔야맞는문장이되지요그래서이것도그냥걱정한다를집어넣으시면곤란하고긍정부정문을집어넣어주셔야됩니다허이우허이단신아니면시부시단신이렇게들어가줘야되겠죠당지저원到布拉特是否会担心被牵连时긍정부정형이들어가주어야뭐뭐하느냐뭐뭐한지가된다는거기억하시고요아마도미국의월드컵개최신청실패와관련이있을것이다무엇무엇과관련이있다라고만하면요관으로시작하신분이꽤있습니다요관은요관련이있다라는뜻이긴한데명사를수식해요무엇무엇과관련된무엇무엇무엇과관련이있다이렇게수로로쓰일때는요관이앞으로나오지않고관무엇무엇요관이형태를띠지요이요관은요요관련요관시의준말입니다그러니까이문장은可能与美国申办世界杯失败有关联새로이신임을얻다다시신임을얻다重新赢得信任赢得라는단어는뒤에추상적인의미의말들이나옵니다赢得尊重존중을받다赢得未来미래를얻게되다赢得竞争优势경쟁에서우세를차지하다赢得信赖신뢰를얻다赢得同意동의를얻다이런추상적인말들이나오게됩니다赢得信任미국사법부가스위스경찰측과연합하여버리는연합하다두가지로처리할수있는데요문어체로는 A 联合 B 이렇게갈수있고요회화체로는 A 跟 B 联合이렇게할수있습니다그래서美国司法部联合瑞士警方发起的이두번의월드컵개최국이러시아와카타르가아니었다면양산은요4년에한번씩올라가는그전체회의에양사를쓴다면지혜가되겠고요한경기한경기에양사를쓴다면장이될텐데요여기서두번의월드컵개최국이라는것은이번월드컵그리고또4년있다가월드컵뭐이렇게되는거죠지혜를썼습니다이두번의경기가이렇게나온다면장이되겠죠오늘은지혜였고요만약에무엇이아니라면如果不是이렇게쓰시거나要是를쓴다면要是는이형태도가능하지만가운데로뿔을집어넣을수도있습니다要不是이렇게요그러면두가지가될수있겠죠如果这两届世界杯举办国不是俄罗斯和卡塔尔이렇게하실수있겠고또하나의버전은이렇게도할수있겠습니다两届世界杯举办国要不是俄罗斯和卡塔尔본문보시겠습니다30号刚刚获得连任的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在瑞士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30일여기30일은5월30일입니다제가강의올리는게좀늦어져서오래전에해놨던자료를지금하게돼서시간이조금차이가있습니다막연임에성공한국제축구연맹 FIFA 주석인블레터가스위스취리히의국제축구연맹본부에서기자회견을열었습니다他否认自己可能会受到美国针对国际足联贪腐丑闻的调查그는부인했습니다자신이어쩌면조사를받을수있으리라는가능성을受到调查세트를외우시고요어떤조사냐면국제축구연맹의부패스캔들에대한
미국의조사또한그는언론매체를향해서이렇게이야기했습니다美国针对国际足联官员的逮捕行动有点蹊跷역시같은구조입니다술격뒤에더가생략되어있는구조이죠국제축구연맹관리를겨냥한逮捕行动체포작전은약간수상하다고行动이라는말이경찰군대와관련해서쓰인다면작전이라고해석할수있다고했었죠可能与美国申办世界杯失败有关联与뭐뭐有关联아마도미국이월드컵개최신청을했다가실패한것과관련이있는것같다고发布会上大部分媒体的提问都围绕近日美国司法部针对国际足联贪腐丑闻发起的诉讼展开전체구조는围绕什么什么展开이렇게되는거죠围绕가诉讼에걸리게되겠습니다기자회견에서대부분의그언론매체들의질문은소송을둘러싸고펼쳐졌습니다어떤소송이냐면최근미국사법부가국제축구연맹부패스캔들을겨냥해서일으킨소송그것을둘러싸고질문이일어났습니다당有记者问道布拉特是否会担心被牵连时한기자가블래터에게연루될것이걱정되지않냐라고물었을때他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그는계속자신이결백하다고완강히주장했습니다布拉特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国际足联的信誉重新赢得赞助商们的信任블래터는이렇게이야기했습니다지금제일중요한임무는바로국제축구연맹의신용과명예를재건하는것이고赞助商스폰서라고해도되겠죠스폰서기업들의신임을새로다시얻는것입니다与此同时29号布拉特在接受一家瑞士电视台的采访时还向美国发起了反击이와동시에29일블래터가스위스방송국의인터뷰에응할때미국을향해서반격을하기까지했어요布拉特表示美国司法部联合瑞士警方发起的逮捕国际足联官员的行为有越界的嫌疑블래터는이렇게이야기했습니다미국사법부가스위스경찰측과연합하여벌인국제축구연맹관리를체포한이번행위에는위제경계를넘어서다우리는월권이라고해석해도되겠죠월권에그런혐의가있다布拉特还说美国在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两天前发起逮捕和诉讼这一时间点也很蹊跷블래터는또한이렇게이야기했습니다미국이국제축구연맹주석선거의이틀전에체포와소송을벌였는데이시점이또한굉장히수상하다고而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随即公开声称含泪请求布拉特辞职对此布拉特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会是巧合유럽축구연맹주석인미셸플라티니는즉각공개적으로이렇게이야기했습니다눈물을머금고블래터에게사직을청한다고이에대해서블래터는이런일련의사건들의발생이우연일리는없다라고이야기했습니다布拉特最后表示如果这两届世界杯举办国不是俄罗斯和卡塔尔可能也不会有这次的事件发生마지막으로블래터는이렇게이야기했습니다만약이두번의월드컵개최국이러시아와카타르가아니었다면아마도이번사건이발생하지않았을것이라고面对如潮的质疑布拉特始终为自己捍卫他说我没有涉案
我肯定不会被逮捕。他说，由美国警方所发起的这场调查，他会原谅，但不会忘记。물결처럼밀려드는질문과질타를마주해서블래터는시종일관자신을방어했습니다그는자신은사건과관련되지않았고결코체포되지않을것이라고이야기했습니다요주어강조이죠그는말했습니다미국경찰측이벌인이번조사를용서는하겠지만잊지는않을것이라고30号，刚刚获得连任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瑞士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否认自己可能会受到美国针对国际足联贪腐丑闻的调查。同时，他还向媒体表示，美国针对国际足联官员的逮捕行动有点蹊跷，可能与美国申办世界杯失败有关联。发布会上，大部分媒体的提问都围绕近日美国司法部针对国际足联贪腐丑闻发起的诉讼展开。当有记者问到布拉特是否会担心被牵连时，他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布拉特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国际足联的信誉，重新赢得赞助商们的信任。与此同时，29号，布拉特在接受一家瑞士电视台的采访时，还向美国发起了反击。布拉特表示，美国司法部联合瑞士警方发起的逮捕国际足联官员的行为有越界的嫌疑。布拉特还说，美国在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两天前发起逮捕和诉讼，这一时间点也很蹊跷。而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随即公开声称，含泪请求布拉特辞职。对此，布拉特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会是巧合。布拉特最后表示，如果这两届世界杯举办国不是俄罗斯和卡塔尔，可能也不会有这次的事件发生。面对如潮的质疑，布拉特始终为自己捍卫。他说，我没有涉案，我肯定不会被逮捕。他说，由美国警方所发起的这场调查，他会原谅，但是他不会忘记。30号，刚刚获得连任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瑞士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否认自己可能会受到美国针对国际足联贪腐丑闻的调查。同时，他还向媒体表示，美国针对国际足联官员的逮捕行动有点蹊跷，可能与美国申办世界杯失败有关联。发布会上，大部分媒体的提问都围绕近日美国司法部针对国际足联贪腐丑闻发起的诉讼展开。当有记者问到布拉特是否会担心被牵连时，他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布拉特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国际足联的信誉，重新赢得赞助商们的信任。与此同时，29号，布拉特在接受一家瑞士电视台的采访时，还向美国发起了反击。布拉特表示，美国司法部联合瑞士警方发起的逮捕国际足联官员的行为有越界的嫌疑。布拉特还说，美国在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两天前发起逮捕和诉讼，这一时间点也很蹊跷。而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随即公开声称，含泪请求布拉特辞职。对此，布拉特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会是巧合。布拉特最后表示，如果这两届世界杯举办国不是俄罗斯和卡塔尔，可能也不会有这次的事件发生。面对如潮的质疑，布拉特始终为自己捍卫。他说，我没有涉案，我肯定不会被逮捕。他说，由美国警方所发起的这场调查，他会原谅，但是他不会忘记。他否认自己可能会受到美国针对国际足联贪腐丑闻的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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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针对国际足联官员的逮捕行动有点蹊跷，可能与美国申办世界杯失败有关联。美国针对国际足联官员的逮捕行动有点蹊跷，可能与美国申办世界杯失败有关联。
美国针对国际足联官员的逮捕行动有点蹊跷，可能与美国申办世界杯失败有关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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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国际足联的信誉，重新赢得赞助商们的信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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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司法部联合瑞士警方发起的逮捕国际足联官员的行为有越界的嫌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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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两届世界杯举办国不是俄罗斯和卡塔尔，可能也不会有这次的事件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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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